所以张家子也非常爱护，每一个星期我到他那里去一趟，住在青田街八号，政府给他的房子，每一个星期天他给我两个小时，我一个星期所看的，我都会提出来，向他报告，向他请教，他给我解答，是的，一个老师，那么一直到他圆寂，他知道我这三年，所以他过世的时候60多岁，年岁并不很大。我认识他大概是61岁的样子，好像是64岁左右。那么他走了之后，这个隔了一年，我把工作辞掉，到这个台中清经李炳南老居士，这个发现这门东西好，是意想不到的，不但是包含哲学科学，几乎这个大学里面所有的科系它全都包括了，而且比全世界大学所有科系合起来的时候，只有超过，决定没有减少。这么样一个好东西，可惜一般人用迷信两个字把它障碍住了，这个是整个人类的不幸。所以我们发现了，这真正是宝啊，就是法宝，那真的是宝，不是假的，在全心全力来投入来学习，但是学习的人很多，佛门里的最大的障碍，如果不能够排除，那你就算是用300年、400年的时间，你也不能够突破他的障碍，能得到毫分的利益。这个障碍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相，头一个我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这个一些名词都不好懂，所以我就换成最普通的话，大家好懂：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无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我讲这16个字，这16个字是我们学佛最大的障碍。